我在家菜啊，自己还下菜了，是吧？哦，真是的。反正明天早中要啥成，给他妹吃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家菜园里的蒜太好了，是蒜苗没吃完，长成蒜苔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蒜苔是怎么长出来的，今天我妈悠蒜苔。我妈在抽蒜苔，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菜园子。这一片是前几天种的笋子、包包菜、葱，那里有一个葡萄树，还有一个枣树。再看一下后面种的什么，这里是一片油菜花，这个是笋子，这个就是蒜苔，这两棵是梅绿树，那个是垂李树，后面还有一个桃树，这里种的豇豆和扁豆。那片种的是草莓，过段时间就能吃草莓了。妈的，我又吃草莓。这菜园子看起来漂亮，菜不全吗？一个不是。啊，有人应该救援。我去吧，回去。哦，他干了。俺斧头也倒地了，哇，太热了！你跟我三腿粗腊肉。